在这边。真的，好适合带小朋友来。泰奶是什么店的？泰奶就是泰式奶茶。对啊，是成分奶。它红茶加上那个奶茶的部分。你要干嘛？那什么？哦，这有写啦。啊，红茶鲜奶店嘛。对、啊、对，你不能喝是不是？跟奶什么？哦，奶泡加奶。对对对。超多好逛的摊位。哎、欸，我们那个花在哪里？前面还没。哦，有那个花的花艺的部分。果汁的也很吸引我哎、欸，说实在，可是我看到太奶忍受不住，就买了太奶。而且它把它装点得很漂亮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旗帜或是什么，真的很聪明。主办人是那个，好像是单位吧？怎么样？在这边。好。花花艺。要不要从？我觉得你从右前方拍比较漂亮。这样子拍比较漂亮。